哦，接下来非常紧张，我已经塞好调音器什么之类的。我们看看说，捅进去有没有声音？有了啦，有了哦。现在看调音器，调音器收得到。好，现在来，现在是音相机音讯。OK， 那个 OK。OK， 这样至少确定功能是正常的。等一下我们吃饱饭再拍 demo， 现在先收了这样子。说时，等一下再来谈。现在带大家静态一下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后来因为说好这个先全部保留，我们只换 Jack 那个 Switch 跟 Jack， 所以我们 Jack 准备好了。Jack 等一下这两条线换，直接换上去一目了然。顺便看一下 Chamber Body， 看这边现在是有空隙的，它不是实心的，所以到这边是有镂空的设计，所以这把琴的声音会非常的特别。然后再来就是，你刚刚说啊这边线好多，好混乱，其实很简单哦，这一条红色就是接我们等一下那个 Switch 上面的。总音量我会接到这个 volume 炮这里来，然后呢，这边这一条就是很显然这个是接总 output 我会接到这里来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总接地这个开关上面这个 output jack 的接地对，接下来讲说这两条我要怎么分，很简单，你看到位置出来从下面出来就是我们的 bridge， 然后从上面这一孔出来的白线就是接到我们的 neck， 这样就很清楚一目了然。然后这两条黑线呢，等一下我会把它接地接到我们的壳上面去，就全部都接在我们的 volume pot 上面。好，现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情况。于是另外一颗我先不拆，由于我们看，这次我们这边不需要改它接地，等一下我们旁边的另外一个其他管我全部接在上面就好。然后呢，不用改换电阻，然后也不用换我们的电容。好，所以这边就相较来说方便很多，哈哈，这样的状况。然后原本它也没有什么不良的接地的情况。
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动这边。等一下呢，我要来串线路，把这边串起来，就是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样子，像 S 型一样，把它这边串起来之后，我要这边接两条，我们就完成这样。好，现在要来准备动手哦，施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来把它换成新的螺丝好了，因为现在都换新的，就不要省这个。这边拿出哦，原厂附了这个新的螺丝，只是有点大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这个原厂给的那个螺丝超大根的，我觉得很有趣。你看那个螺丝那么长一根，它原本你看那么小一个。哦，等一下试看看装不装得起来。啊，如果装不起来，就全部把它留在袋子里面这样子。好，现在来安装。啊，拿出来看，这个超大根，因为这个。大颗这个螺丝是过不去这个原版的护板的孔的，好，于是决定沿用哦，也只能沿用哦原版的这个孔这样子，原版的版的螺丝，哦，这个超小颗的螺丝，给大家记录一下。解焊呢，现在把旧的解焊换成新的，于是呢，我们先把它翻面翻过来，到我们正式工作的画面这样子，好。啊，这个就最简单哦，我们的这个 jack 先把它完成哦，这样是最轻松的状况这样子。我看得出来说哦，白色接这个我们的接地 ground， 然后这边是接火线，好，直接把它解焊，看一下它的状况哦，它是这样，所以应该还好。好，这样就可以把这个拿起来了哦。很感谢前那个。当初不知道是工厂还是前一个在施工的时候，他很轻松的把它弄好，好，就把它哟起来了，很轻松。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不要开玩笑了，这个我们有夹子，我先把它这个换下来零件放旁边放好，然后直接新的上来，然后最后再检查一下这个线路，因为不要开玩笑，这个。火线跟地线一搞错会很好笑，啊，也不要发生这种情形。于是呢，我来调整。预焊哈，预先上这个洗已经完成了，看能不能调一个角度哈。危险动作哈，危险动作，因为这动作一旦调了，有可能就会伤到你的手啦之类的。好，现在这样就准备完成了哈，我们准备把红线跟白线重新给它接回来。好，啊，刚刚我们讲说好。这个它这边红线是火线，好，白色是地线，所以我们现在接比较远的这个火线，好，我调一下，因为希望说可以让镜头拍到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就很漂亮的固定在上面。然后我这个时候会再补一点点，好，啊，太少，好，这样子之后就可以很漂亮的。我把它穿过去，好 ，OK， 也是地线，啊，拍的角度不太好看到，好 ，OK， 这样就。很实心的吼，你看到说你只要确定焊在上面的话，其实你怎么错它都是不会断掉的吼，你不用担心说轻轻一错它就整个断掉之类的情形。好，这个接口就完成，现在来换中间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已经成功的把这个旧开关好拆下来了，啊，其实它之前焊的不错了，所以这样子好。这样子，我们之后再把它放在旁边，放在这里，放在它的地方，因为是不会用到，但是我们还是会保留全部这个换掉的零件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安装，好，把这个旧的线移植到新的上面去。哇，这个比较方便，是这样，我终于可以把它放进来了，哦，就比较方便。然后我们确定一下这个线路，哦，哪一个是 neck， 哪一个是 bridge， 看一下。哦，现在这一条是 neck。这条是 neck， 这个是 bridge， 这个是接地线，所以等一下我会把接地线全部都放在这个我们的壳上，接在这里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们的火线，到时候这一条接 volume power 的这一条呢，会接在这里，这样的概念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样子，因为其实好像可以这样接，这可以形成一个接地，但我还是习惯说直接把它
接在上面。哦，当初他这个设计要另外的考量这样子。好，啊这样子，哦，接接，啊 S 型 ，OK， 我们就大功告成。好，现在来弄一下线。剪掉之后，现在终于是比较干净一点，这样才不会避免什么奇怪的烧焦子。装机实测，好，所有的线路该接都接好，我们现在来试看看效果如何。哎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德高吼，今天请到无同款了。这是晚餐后的时间，也就是说这是后篇下集的概念。Rosewood Teddy 哦，前情提要，不管 Neck 还是 Body 都是 Rosewood 的这些 Chamber Body 哦，半空心镂空的琴身。换完我们的这个每场哦的这个开杠杆小指测验阀多么顺，所以刚真的很紧张，还好吃饭前完顺利把它完成了。好，然后 Volume 跟 Tone 都是原厂的，我们换了 Jack 跟 Switch， 现在就来分享看看哦整个的这个设定。好，开启音箱。好，来来，哦，接上导线。哦，我刚弄完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哦，看到这个，它还会能够调音器哦，抓到三段切哦，你光不用听那个噔噔噔噔声音，你就可以听得出来说哦，它的音色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转到跟下午一样的参数。录了啊！哦，接下来简单心得总结，赶快赶快吼，赶快存档，不要开玩笑。接下来心得总结哦，我录了比上次多了快一倍的时间哦，算很有诚意这样子哦。好嘞，那心得总结一下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不一定备掉，要准备要来收了。心得总结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发现换完之后我没有差，我相信你一定听得出来，因为
全部的参数、效果器哦，整个效果器盘、音箱的参数，到我们这个录音界面哦，到整个录音软体、程式之类的，整个里面全部都参数都没有动过，唯一我们换的是什么？换的是这一把吉他上面哦，这个 three way switch 跟我们的哎、欸、那不没有换，跟我们的 jack 而已哦。你说光换那个 switch 跟换那个 jack 差不多，我刚刚来体验是我吓到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下午的时候，因为全部参数都一样，所以我下午的时候看见那几颗 big muff 哦，我刚刚指的 big muff 或是加上808之后的变化，我觉得竟然就是刚好哦，很凶狠，很豪放，很那个。结果今晚一接上来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刚才调音量，为什么太大声？吼、哦，有趣的来了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有一些原本的频率，吼、哦，有一些原本的音量，因为你可以说是零件哦的问题，你也可以说是那些线路，然后里面有一部分线路改成拉布线嘛，你有看到这样子啊？如果你还没看到的话，吼、哦，在我们有一集影片是专门在分享这个，或是刚刚我在弹的期间，我就放上那个前面，我都说时摄影，吼、哦，弄吉他的部分这样子。那你说那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呢，而且我要一定要来作证记录一下哦，因为你来看一下这个弦哦，有没有一样是生锈的哦？这个这几条哦，有没有一二三弦一样是很明显的生锈这样子？证明什么？证明说哦，我没有偷换弦哦，因为我知道嘛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哦你偷偷换这个吉他弦啊，换这个琴弦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看。哦，如果你偷偷看看这个哦，很可怕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生锈，加中指指这部分，有没有？应该看得很清楚哦，我要很小心，有怕撞到琴头。换，如果换弦，一定会增加高频的表现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，为什么？这大家都知道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全部变音都控制住，这唯一的差别只有在于这个零件它的损耗，讯号的损耗，应该这样讲。零件所造成讯号的损耗，也就会导致说，原本它有一些消失在过程中被消掉的高频，它现在不是说加回来哦，不会，因为这一整个任何这种被动的线路都是 cut， 它没有 boost 的部分，所以是原本那一些消失的高频跟音量，这个是很常在一些你说我们比较便宜，就这样讲好不好？的那个。不管是开关啦、线路啦、甚至拾音器啦等等，或是你说那个短导线、长导线都是这样，尤其越长的导线越明显。哇、哦，这个可以想象成是一些短的导线在里面的这种概念，它会慢慢的，它会吃掉你的高频的音量。哦，反而不是说那个怎么讲，不是说现在加回来，而是说扩掉的部分变少，损耗掉变少，跟油耗很像。就等于说你不是说你现在比较变得比较省油，不是，你是一样的油。一样的，对，你可以想象成一样的油，那这样跑得比较快哦，这代表里面 有一些老旧的损耗的动力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动力的这种概念，这样，所以它听起来会亮很多，大声很多，尤其这个很多就是一点点临界点上面啊，刚刚好就是这个临界点，所以变得我还要再收一点音量回来，哎，看很神奇哦，而且我有特别记录这个里面的画面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补充给我一下，我放在其他支影片里面，在我频道上也都收得到。这边到底我会分成几集不确定，就上下还是上中下集哦之类的。两颗都是原本 Alpha， 然后那个我们的那个电容我也没去换，所以都是。至少是我拿到的时候，我们简称原厂，然后就这个状况下原本的设定，音量钮、痛钮，包含上面的线路，所有的线路我都没有重焊，我只有焊变动到原本的这个 switch 上面连接的所有开关，那我改了一个接地接到那个音量钮上面，然后换了一个新的 jack， 这个 switch crab 的 jack 没了，就这样全部都在这里，没有任何的。增加或什么不得了的黑科技，甚至还装一个什么主动线路进去都没有，完全都没有，就只是换了一个开关。我也很惊讶这个结果，因为我也没做过这种。因为你知道吗？那个 Stratocaster 要换，就是你几乎整个都要拿掉，你才有办法换里面的重焊里面的线路跟其他的。它不能够像 Teddy， 所以的 Teddy 的设计很聪明。看下面一个这个板，拿起来几乎，除非你要换 Pickup， 如果你不用换 Pickup 的话，你就直接继续用就好，超棒的。那你看它也不用开背后的孔哦。它也不用开，像 Last Pole 要从背后这边开才可以换嘛，也是很方便，因为你不用拆弦。如果你不换拾音器的话 ，Teddy Caster 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看，直接换完，看那个 Three Way， 我觉得实际上最准的都不是我们用讲的，最准像我那个开弦不是有时候哦小指测验法，但是我觉得最准的，真正准的就是你实际上装完之后，你真的再弹个二三十分钟，
同时录影录音记录下来，不是一个感觉或心理作用。你真的看到这个东西真的很划算，这就是我觉得每一场他用的开关的价值所在，就是那么舒服。所以我也是在推崇说，哦，每一场电路我就是要这种感觉，用到这个等级后面一劳永逸，你才可以解放这把琴真正的音色。包含刚刚我做了一件很乱来的事情，什么事情？我还边弹到一半边调拾音器的高度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个琴桥拾音器有点小声，然后我一看，哎，真的很低，所以后来拿那个量尺起来量，有没有？哦，大概是这种感觉，量一下把它调高。哎，虽然我感觉它不知道是原厂设定还是怎么样，它听起来是没有一般 Teddy 的 Bridge Pickup 琴桥拾音器那么有 power， 但是至少调完之后听起来比较平衡一点，我不会说琴颈超大声，啊，琴桥都咻咻掉下去，原本的听起来是这种感觉，调完之后，哎，相对来说 balance 很多，听起来雄壮威武，哦，对不对？这种感觉。感谢大家收看，这是这一次，哦，我们这个 Telecaster 玫瑰木整把玫瑰木版本，好朋友借我的琴，我把它换了这个，帮他，哦，按照他的需求换了这个 Switch 跟 Jack， 下次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分享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的高老板再会，欢迎帮我按赞订阅留言分享这样子，哦，我继续拍摄相关的影片，加多多几口，我的高，拜拜。